台北大湖四线道大通路顶的三立电视台，中昼时开始组织人潮，这些人要来去参加超级偶像录影。保证加油！集团将集团来个八十人，人数盖全台，将机的机啊，加油的牌啊！要跟你讲，阮是上团结的将机团，要为将机好事多保证。参加歌手比赛，加油咯！我就想，今天那个冠军亲友团两车，彰化来，彰化来的。对，他们今天很辛苦，有的是大夜班下班，然后坐游览车上来，回去还要继续上班。啊，都是那个，啊，你们医院还有人吗？有，我们就是少数的代表而已。是少数代表，对，两车呢？两车还有没有病人？没有家属啦，就是。站在电视大舞台展现好歌喉，黄国伦单三年老师顶五位评审老师严格斟酌听。杜宝珍的技术很好，你的声音也很有表情，很有感情，但是你的辨识度比较弱一点。我比较听不到属于你的那个音色是什么，我不容易记住，对不对？将军员工参与社交表演活动，看起来是个人的成就，也是团队的任务。人生大舞台，对将军到电视台，加油，需要你来。将军新闻挂起红，杨光胜采访报道。